一拍即遮，无重力遮瑕，说的就是我们今天要紫极的心病。独角兽雪绒花无瑕粉饼，今天就跟着小编一起去紫极看看，它是不是真的那么超可爱、超遮瑕呢 ？Let's go！ 痘痘啊，然后或者是说黑眼圈很重，然后鼻也会泛红，每次都遮不掉，很丑，很黏腻，然后会浮粉，然后有时候遮不掉，很容易脱妆。可是它都打很好，但其实是没有。独角兽雪绒花无瑕粉饼。可爱哦，有独角兽的形状哎，好可爱哦！我没有用过这么可爱的粉饼。那我们来做一个测试，就是看它清爽度怎么样。Lady Go！ 我觉得它妆感比较清透，不像其他一样就是会比较黏腻啊。我觉得遮瑕力比其他的还要好，无重力遮瑕，独角兽雪绒花无瑕粉饼成功。然后这边就是这个，这是台积，台积。就是如果用气垫粉饼的话，还要再用遮瑕，很难遮掉，就要遮很久。有些气垫粉饼会很黏。独角兽雪绒花无瑕粉饼，好可爱，好粉哦，好可爱哦，这个好可爱，超可爱。比较好推开，然后呢它也比较不黏，就它比较清爽，然后遮瑕力比较够，然后之前用的粉底比较厚比较闷。 Lady Go！我想要推荐给学生，因为它长得很可爱，肌肤比较不好的人，对，因为它遮瑕力很好，无重力遮瑕，独角兽雪绒花无瑕粉饼成功。今天的独角兽雪绒花超可爱，也超遮瑕，无重力遮瑕真的是太。